叫 Hubert。Hubert， 請問你學咗鼓幾耐？學咗四年。學咗四年，咁今次係第一次出嚟表演？我好似三年前參加過一次啲表演，但係今次第二次去。好，係咁，第一次參加我哋 student show 係咪啊？都係。多謝你今日嘅表演，係為我哋帶嚟一首Michael Jackson 嘅經典歌，係啦。咁我哋呢邊離開，多謝你，希望下次都可以見到你啦。